美国总统奥巴马7月16号晚上在观看美国奥运男子篮球队对巴西队的表演赛期间，在摄像机的聚焦下，当众亲吻了夫人米歇尔。运动场内的 Kiss Cam， 也就是接吻摄像机，第一次对准总统夫妇，并准备用现场的大屏幕展示两人亲吻的场面时，奥巴马夫妇拒绝了。一些观众当场倒喝彩，总统千金玛利亚说服父母不要错过第二次机会。当摄像机再次对准总统夫妇时，奥巴马终于亲吻了自己的妻子，观众们热烈鼓掌。Kiss Cam 是华盛顿 Verizon 中心体育场内的摄像机，专门在比赛期间抓拍接吻的伴侣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，接下来把镜头交还给主持人东宁。